季宾国王得意卵三年不鸣，妇人曰：“常闻卵见泪则鸣，何不玄镜照之？”如今戒术已成，而道心未坚，今宋奴反魏，杀汝表兄田季安。那位黑衣女子是李儿蹴鞠时撞见的。妖气，那是妖气，她就是要稳住他儿子去我心里，要我死得明白。韩武将军分赐了违约妖气，名为鹤羽，是有违约心物的意思。知道吗？麻瑶回来了，是奉师命刺杀六郎啊。听闻夜里闹刺客又是黑衣女子。娘娘叫我父亲说青鸾无尽，娘娘就是青鸾。绝欲为绝绝之，见道无亲，不与圣人同忧。如今剑术已成，唯不能暂时人。